就给你上高级隐身。老王这是喝多了吗？给成品谛听打高级隐身，把我给看傻了。毁灭吧，赶紧来。OK， 好了，都能打出了，就你牛逼，就你核武器，就给你上高级隐身。啊，这个宝宝技能掉的还很好，发现没？啊，只是少了一个轮儿。再补本大水啊，补本大水。啊，炸 ！OK 啊，咱们的谛听第六回合就能开始出了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隐身到十回合再哈出去。人才啊！兄弟们，咱们把谛听改成全轮子。几轮了？一二三四五轮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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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轮了。啊，一二三四，精心一键循环了，还是五轮啊？受爵带少了，来本高币，来本高币啊！炸！覆盖啊！来双币，晋级必杀。好，掉泰山压顶了啊！功法两用半挂车，泰山缺本，地狱烈火啊！瞎子都被你感动得流泪了。不是全红啊，看着有点别扭。点击炼妖啊，高级感知。掉啥了？掉地狱烈火了！我操！哎呦呦呦呦！马上全红了，兄弟们！毁灭吧，赶紧来！原来是四个大轮一个小轮，现在仨大轮有一个轮不正经。兄弟们已经尽力了，确实没受绝了啊！你说能大推吗？招架挺不好掉呀，轮越来越少了。奔雷咱们有，炸！轮剩俩，这只宝宝没有高级反击，打怪不好使。呦呦呦呦呦！哎呦我去，太爽啊！我还以为力劈掉了呢，白爽了啊！再打一个高毒吧。慧根掉了是吧？慧根名词都没有了。哎，这里面的力劈不是必中，咱们给力劈加点飞，加点高级飞行。哇，这特殊技能很难掉呀！把这只宝宝的力劈，把这只宝宝的三个神马给改了。三个神马力劈都没掉啊！哇，真不掉啊！力劈掉了，力劈掉了，瞎子都被你感动得流泪了。